Wolf 的乐迷，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好久不见。隔了这么多年，终于再次举行这么大型的演唱会，一开始当然是担心紧张比较多，因为是一个全新的节目内容，要唱很多的新歌，而且又隔了这么多年。但是目前唱到现在为止，就是越唱越有心得，而且越唱越自在，越唱越期待每一次跟大家的相遇。有啊，有，因为香港很在我心目中很厉害的歌手太多了，目前很期待合作，当然有非常多，比如说像 Eason 啊，然后像林忆莲啊，这些我光是心目中有的这些前辈歌手们的选项就非常多了，都希望可以在将来有机会一起合唱。对比上一次的巡演，这次变得比较奢侈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时间啊，只属于自己的时间变得很奢侈了，因为现在有更多不同的身份，所以呢，像睡到饱啊，然后可以自己独处放空的时间，这些又相对变得比较奢侈。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就是尽全力了，尽全力，活在当下。工作的时候就只想工作的事，跟小孩相处的时候就专心跟小孩相处，这样子才能尽可能的不浪费一分一秒。也会有啊，因为离上一张专辑也有了一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也开始酝酿，希望可以来想下一张新专辑的事情。很高兴过了七年，终于有机会来到香港巡演，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一次变得有些奢侈的事巡回演唱会中玩得很开心。现在先去 Move 收听我的演唱会热身歌单吧。